大家好，我叫金天龙。今天我要说的题目是我最喜欢的动物。我喜欢鱼，我有很多鱼，有大鱼也有小鱼，小鱼很可爱。我今天要讲一个鱼的故事。有一个很小很小的池塘，里面一条鱼也没有，有很多小孩来玩，也有很多动物来喝水。有一天，水里有一些小鱼游来游去，然后下雨了。池塘越来越大，水里也有一条大鱼游来游去。一天一天过去，池塘的鱼越来越多，大家都不知道大鱼和小鱼是从哪里来的。但是只要有水的地方，大鱼不来，小鱼来，小鱼来了，大鱼来，你们说呢？谢谢大家。